看，这是加纳的婚礼，130多个人，每一个人的表情样态都不一样。最优秀的一幅油画，真的显示了那个时候画家的一个太有名的心情。130多个人物，没人，没人看，空空如也。对面呢是蒙娜丽莎，被众所围下来的一幅小画，完全看不见上面是什么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。这个世界的真相不在于你好不好，在于有没有人关注你，吸引你。只要吸引了，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就会变得所有人追捧的。看看多少人，但是这么棒的话，惟妙惟肖的这么多人，那个年代艺术的珍宝，每个人的表情神态都不一样，大量的故事蕴含其中，没多少人关注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真相。